者吴梦伦台北报道，女星赵婷长相甜美，直率个性深受粉丝喜爱。去年她与交往三年的闪光哥结婚，正式升格为丁太太。赵婷时常在脸书分享与老公的生活点滴，先前她男的穿上性感睡衣，但老公的反应却让她大傻眼。邵婷近日与老公到泰国曼谷旅游，她 PO 出一张小两口的床照，邵婷似乎是想要来个浪漫的夜晚。只见她穿着紫色深 V 蕾丝睡衣，男的大秀性感，但她的表情却十分无奈。仔细一看旁边有一双手正紧握住手机，原来老公忙住打游戏，完全没空理她。让邵婷哭笑不得地说，她喜香香露锁骨蕾丝睡衣的在这，她眼里只有林克，眼神死之也不忘在发文底下加上标注婚姻这件事。看到这则发文的粉丝笑说，手游厂商还不来谈代言，扑上去就好了，意思是还不够辣。邵婷又与老公相当恩爱，反射自邵婷脸书，邵婷所穿性感睡衣，老公却只顾打游戏，反射自邵婷脸书，